老铁们，到饭点了，简简单单，今天好好碰一下子羊尾油。说这玩意一般整不了吗？哎，我来办事儿吧，我害怕呀，骗一个。入口即化呀，外人。我看那有这么吃的，哎，大点儿。说这玩意儿，内蒙那边带贵宾的呢，不是贵宾吃不着呢。算了吧，我是不想当贵宾了，但是这玩意儿说实话也没啥滋味，这也现在完事儿吧。